不知道哪一个没公德心的，把操场 PU 跑道用成这样。哇，大概绵延好几公尺长，他还撞开那个足球门跑进来，这个都赔死，一整段全部都坏掉。受损严重。他进度如何？有关松浦国小操场 PU 跑道遭人毁损一案，那本分局呢，建设人员有到场采证，在现场有采购酒瓶及烟蒂等相关那个稽证。那目前呢，本分局已经掌握一个特定对象，正深入的来查访，来继续来侦办当中。那这个特定对象有没有什么特别？我们有没有掌握到什么样的？是不是有监视器画面啊？或者是他有什么在哪里买东西或怎么样？目前我们调阅监视器当中，那据了解啊，他有在这个对象啊有在松浦的附近的杂货店啊购买酒类饮用啊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也并案在调查。所以从那个稽证这样判断，确定是耕耘机就对了。是的，这个据现场的这个杂货店老板表示啊，这个是开着那个耕耘机，没错，是的。好，自己是不是这一台耕耘机啊？我们还要再深入调查。好，OK。